我觉得你好像个女孩啊！你现在神智有点不清，我建议你马上跳下去冷静一下。不不，兄弟！你行了没啊？我醒了。你不叫了？不叫了。这是多少？哎，三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二二二，哎，十二十二。我不问清楚，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清醒啊？嗯，哦，你念多少绕口令，我听听。粉笔灰会飞，七九沸会黑。你看，我真的醒了。放了我吧，啊！不行。哎呦，那个，我是被人下药的。我喜欢的是女人，绝对不会喜欢男人的。我知道。男人喜欢女人是定律，男人不会喜欢男人的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啊，你赶快把我放了吧，啊？那你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，听到没？嗯。哦。喂，你先把我放了！哎呀，喂，小天，救命啊，小天！ 哟，大哥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长痔疮了吧？你是骆驼，喝一次水顶一个月。小三，我有件事情想搞清楚啊。你不会真得痔疮了吧？哎呀，不是啊。 你不会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？你玩这个找错人了，你应该找李宝川啊！来来，我替你叫他去啊！不，宝川大爷接客了！不对啊，他也是个男的，不可能是女的。 喂，这有什么可看的啊？哎，哥哥，这是真的，你看不看啊？嘿嘿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那你给二哥乐一个怎么样啊？不乐是吧？得嘞，二哥给你乐一个啊，嘿嘿。不，你今天怎么了？通常这个时候你都应该动手打我的呀，大哥。 那个小三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情想跟小天聊一聊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呗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我有什么不能听的呀？哎，这个叫你出去就出去，别啰嗦。得嘞，好样的啊！
没关系的，大哥。每个人都会有点特殊嗜好，我会保密的。其实那天是因为那天是因为我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大哥，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走走？好啊。哎，大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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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儿了？大哥，我刚才看见他们家大福跑出来了。大福，大福，喂，喂。哎呀，我听说这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，很适合做那个做药引啊。说的草药啊，如果能够看到《本草品汇精要》那就好了，上面什么草药图都有，要不然就算走遍天下，也有不认识的药。好啊，我晚点帮你问问，有机会我陪你一起看啊。皇上，皇上。修大人，修大人，请天仙见证求见。哦，那我有事情要先去忙了，晚点来找你啊。嗯，晚点。启禀皇上，地震位置在天津，灾区范围大约200里，多处灾区交通中断。受影响的灾民大部分都流离失所了。通知户部，除了开仓派粮之外，另外派银子给百姓，叫工部大设临时收容中心，安顿灾民居住，知道吗？臣遵旨。小安，在。叫兵部全力支援救灾。是，领旨。下去吧。是是。大哥，你就别装了，乖乖的去选老婆，然后呢再去搞地震的事情，不然你一会儿怕穿帮，一会儿呢又担心赈灾，一边是兄弟的脑袋，一边是老百姓的命，我看你为了大家呀，你就牺牲一下吧。地震那么严重，我哪有心情选妃啊。那你就去跟你老妈说啊，说现在外边死了很多人，现在选妃她不是时候，让她派你去赈灾，要不然老百姓会说你这皇帝当得不称职，到时候你乐都没法乐。你是说皇帝的病一时三刻是治不好了？太后，请再宽限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会尽快查出病因，对症下药。哀家给了你5天时间，在期限里你没有把皇帝的病给治好，那你就不用伤脑筋了，哀家会另外找人治的。多谢太后恩典，属下这就告退。拖下去给我斩了。是。太后请再给我2天，我一定。来不及了，拖下去斩。启禀太后，皇上的病好了，可以下床了。哎，你爱什么爱啊，你不是派了什么兵部抹布擦脚布去赈灾吗？还要我去干嘛呀？我怕那些人啊阳奉阴违，给我来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所以呢才派你过去看一看。
拿反啦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又不识字。你不识字？那你看什么？他们跟我说这书里边有个叫颜什么玉的美女，我找了好多本书也没找着，你告诉我哪本书里呢？安居不用架高楼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读书学问好了，就不用怕挣不到钱，娶不到美娇娘。这么麻烦啊？那算了吧，天底下美女这么多，这姓颜的小妞不要也罢。二弟，财富和美女倒在其次，只要咱们兄弟联手做大事，为百姓谋福才是真的。哎呀，反正国家大事我又不懂，你是大哥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李公公到。这老烟贼怎么又来了？皇上，太后请您到慈宁宫去一下。知道了。还有，李公公，我表妹还小，你别教她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那个，奴才不明白皇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啊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小三子，最近你在皇上面前混得挺滋润呐，哈哈哈哈！要不哪天咱爷儿俩找个时间，好好的聊聊。哟，李公公，聊聊也不用使这么大劲儿吧？李公公，我有件事儿特想请教您。说吧。您那个黄金宝瓮有必要那么大吗？换个小点的吧，这样这比例才合适啊。这切不切的也没什么区别。爷，这个玩意儿就要大的，赶紧息怒。有意思。嘿嘿嘿嘿，皇上。嘿嘿母后，您这是？哎呦，我等一下要吃药了。吃药以前，先要把气血通了。你别说，这和田的药还真灵哎，就是麻烦了点。哎呀，我也是刚刚习惯。如果这个药真的有用的话，那母后要记得按时服用啊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，你好了？你怎么就好了呢？你这个呢？对呀，很奇怪啊。儿臣醒过来，这个病就突然好了，母后。我叫你选妃，你就生病；我要砍和田，你的病就好了。我还知道你最近跟和天走得挺近的，是不是怕我砍了他呀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儿臣刚才醒过来，那个全身就好了，就好了。你还骗我？还好你没事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听说你最近挺关心地震的事啊，这很好啊。关心地震这是好事，不过可以叫手下人去办。你现在重要的是要给母后选一个妃子出来，这可是昭告天下的事啊。你要是不选妃子，母后就要在天下人面前丢脸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儿臣知道了。
朱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小何，我家里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得帮帮我。来，小何，快点。小何，小何，这两天宫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。楚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小何，你我这么多年以兄妹相称，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信得过的人。天心是我唯一的孩子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。等他长大了，不要告诉他身世，也不要告诉他他姓楚，啊！拜托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好，楚哥，我答应你。小何，天心就交给你了。还有这本书，也要保管好，千万不要落在别人手里。等天心长大了，你再交给他。走吧，天心，天心，走啊，天心，快走，楚哥，楚哥，走啊，楚哥。小天，大哥，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情啊？你上次不是说要找一套书吗？对，叫《本草品汇精要》，你知道在哪儿啊？有个地方，可能会有你想要找的书。哦，来，跟我来，走。哦，哇，要是把这儿的书都叠起来，大概都能碰到天宫了。这里收藏了历代经史子集所有的藏书，如果连这里都找不到的话，那应该没有了。这儿那么多书，怎么找啊？照着索引找就行了。《本草品汇精要》，本五化，哎，有了。就在庚子区。大哥，你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，庚子区在那边。哦，在这儿。没有啊，我爬上去看看。既然是空的，就不用爬了吧。小天，不用爬了，我让人帮你找就好了。你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曲池。哦。哦，走吧。那个。
吧。那个，那两个字应该是有人故意把它刻上去的，应该跟《本草品会精要》有关系的。应该是的，可是这是一套医药图鉴，应该跟学问没有太大关系吧？曲池会不会有别的含义啊？曲是弯曲的意思，池表示有水聚集。哎，大哥，那宫里有没有什么地方叫做曲池的，或者跟曲池有关系的？哦，我会帮你问问。这么大一套书，没有理由不见呢。多谢大哥帮我。最近二哥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。哦，皇上派他去灾区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啊？最近啊，后宫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有人要害赵湘宁。啊？皇后呢，有机会接触到西洋使节，所以这西方的礼仪呀，是选妃的必修课。好，开始用餐。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你害怕宫里的食物有毒吗？那难说，皇宫这么大的地方，从厨房到这儿说不定还要坐马车，天气又那么热，万一东西馊了也说不准呢。哼，宫里的东西怎么会馊呢？快吃。又不是没馊过，上次不就是有人喝了茶拉肚子，别人拉肚子拉了也就算了，我肠胃功能不好，拉肚子可能会死掉。就是真没规矩啊你。你的针借我用一下吧。你这没规矩的，你没有毒。别吵了！李公公，关于跑肚拉稀的事情，咱家自会处理。要是让我发现哪个崽子在背后耍阴招，我割了他的脑袋！大家好好吃饭，美味佳肴啊！尽管用餐，好好吃。李公公慢走。吃的东西有问题，干嘛不检查厨房去啊？就是到我们房间里来检查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煮菜的。就是。这是你的床位吗？是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巴豆。这个不是我的。在你的床上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我床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个，你刚检查过我的床，搞不好是你最脏。哼，来人呐，抓起来。是。进宫的时候就查过呀，我怎么可能带巴豆啊？这一定是宫里本来就有的。后宫不是有个医护站，巴豆搞不好从那边过来的。还有，证据都找到了，你还想抵赖？封嘴！放开他！李公公，那杯被下了巴豆的茶和甜心本来是要倒掉的，你也看到了，是那个倒霉鬼自己要抢过来喝的。如果何天星真的要害人的话，他干嘛这么做？真倒霉，做人要讲道理，你胡乱抓人，摆明了就是想最终。谁敢动手，我去跟我爹说。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别说你了，就是你爹赵太师来的这个地方，
也得听咱家的吆喝。哼，有礼走遍天下。李公公，我想不管在哪儿，这道理总是不会变的吧？你爹呢，治理天下立正还可以，怎么他把自家的丫头片子调理得这么没有章法呀？小孟子，把他们。李公公，李公公，什么事儿？大惊小怪的。皇上有请。啊？皇上有请。那就去看看吧。哎。那。多谢啦，小事儿。奴才李宝钏叩见皇上。起来吧，公公。后宫现在挺热闹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跟朕禀报了？哦，皇上，您说明白点，奴才听不清楚您说的是什么。听说有人给朕的候选皇妃下了毒药。公公，你主持选妃，该不会没有听说吧？这件事啊，那奴才有耳闻，据说是候选皇妃们争宠闹的事儿。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日夜操劳，奴才以为此事过小，故没有向皇上报备。哈，现在事大事小都由公公一个人决定了。那这个龙椅该不该分一半给公公坐坐呀？呦呦呦，皇上，您就是要了奴才的命也不敢呢，不敢。下药的人是谁？哦，是个普通人家的闺女。这就奇怪了，平常老百姓进宫只会吓得发抖，没听说过有人进来就想下药害人的。胆子不小，朕想见见这个人。啊，皇上，此人犯罪了，已从候选皇妃当中除名了，留在宫中等待发落呢。朕说，朕想见见这个人。那奴才就遵旨啦。咋的啦？是不是位置升得太快，脑袋跟不上趟了？脑袋跟不上趟就别留着啦。啊，干爹，相信我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干爹，干爹，相信我。你怎么处理呀？只要那个丑八怪死了，皇上也就没人问话了。哼，那个丑八怪那么年轻，一时半会儿他死不了哦。对呀，这说不定他刚进宫，路不熟，这不小心掉进井里淹死了。那说不定他会游泳，叫人救起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说不定他打翻烛台失火，这火势太大，谁也救不了啊。现在是天干物燥啊，是得要注意一下火烛了啊。孩儿知道。行了，知道就行了，下去吧。孩儿告退。快点快点。快点快点走啊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拿东西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跟着走。那
你干嘛偏要找我去呢？我可就喜欢你呀、啊、快跟上。动了没有啊？这儿就到了。啊啊啊、你干嘛啊你？小妞吗？没把她捅死吧？别逗了，快回去。何天心，何天心去哪儿了？何天心去哪儿了？不是吩咐过你们吗？不许在宫里乱跑，万一惊动了太后皇上，那是要挨刀子的，知道吗？李公公，孟公公，早上好。嗯李公公，一大早就吃甜食，这样身体不健康哦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昨晚啊，有个女的被烧伤，好像叫何天心什么的，现在在我医护站，听说她是来参加选妃的，我得来确认一下。咋了？公公，您看。李公公请。何天心，李公公和孟公公来看你了。这人怎么了？太惨了，烧得跟羊肉串一样，话都叫不出来了。这条命还能救吗？一般来说是救不了了。但是，我这里有个药，专治烧伤的，不止伤口好得快，长出来的皮肤呢，又光滑又白嫩。我已经帮他上了药了，五天之内活蹦乱跳。好啊，那你就把它给我好好的治。在。走啊。憋死我了！哇，演得不错，我真的没想到他还活着，没想到那天我放这么大的火还没把他给烧死。干爹，这事儿你看。打住！现在他绑得像个粽子似的，你要再不把他给我弄死，赶明你见我的时候就别带着脑袋来了。有意思。何天。
死可就是我死啊，你可怨不了我。三六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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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真的下手了。哼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干什么你们？啊！你们！孟公公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烧死我？我说你把你打死！哼！姐妹们，别客气，给我往死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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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没想到，你还挺聪明的。小叶莎，小叶莎，来啊！不，喽，没事儿啦。小叶莎，起来，谁是？哎呀！真他妈有意思啊，何天心这个小崽子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胆识，连小孟子也栽在他手里了。告诉他，本公公要见见这个小王八蛋。是。禀公公，那孟公公该怎么办呢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在大牢里。他没有乱说话吧？没有，只是说想再见公公一面。天。是公公，是。你们两个到宫里多久了？回公公，8年了。哎呀，8年了。是啊。哎呀，这么久了啊！你们两个想不想升官发财呀？谢谢公公。奴才，我们俩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的提携之恩。那你就为本公公做一件事。干爹，您来了。干爹，您看他们把我打成这样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，干爹，替我报仇啊！这可麻烦了，连太师的闺女都知道了，现在外面风声很紧，你等过了这阵子，干爹就放你啊，好吧？好。来，喝杯酒，压压惊啊！来，拿着，哎，喝，不是。不是怎么了？你们就真把我当成这心黑手辣，六亲不认吗？干爹，我喝，干爹，我喝。哎，不用了，这好酒啊，给不忠的狗喝，就白瞎了。干爹，我从小就跟着您呢，干爹，我什么大事小事坏事都帮您做呀。你这回要救我，你饶了我，干爹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，不，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啊，干爹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好可怜呐，你呢？也不用做牛做马了啊，
下辈的托生做个全活人啊。不，干脆送我的干儿子上路吧。不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帮你做。干爹，干爹。辛苦辛苦，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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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子天心求你保佑我，一定要让我考上太医院，我保证会好好学习，增进医术，将来学无济世，救助百姓。拜托拜托拜托了。和天和天，进来考试了。我在这儿呢。病患虚密七日没有大解，应取何学？对呀，这老呆渣呢，跟老师没信心。要是让你治的话，我也怎么样？哎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个老呆没招了。没用的东西，下去。病患受了风邪，气血运行异常，嘴歪眼斜已经七年了，该如何取穴？这个样子没进棺材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还取啥穴？唉，算了，小子倒霉遇到了太医院的首席御医，等明年吧。是啊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看看，动起来。
我能讲话了，我能讲话了，我可以讲话了，我可以说话了，我谢谢小哥，我可以说话了。大叔，以后呢，你要多注意保健，少油少盐，多吃蔬果，谨言戒酒，多运动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小哥，待下去吧。谢谢小哥，我能讲话了，我能讲话了，哎呀，我能讲话了。干嘛那么拘束呢？坐下来，坐下来聊一聊。嗯，启禀皇上，这乾清宫是议论朝政的地儿，您这样席地而坐，它有失体统啊。皇上，微臣请皇上自重。哇，有意思啊。有失体统，真有意思啊。对了，大家吃过没有啊？要不要来个烧饼啊？禀皇上，微臣们都吃过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吃啊，这是朕特别为大家准备的。太师，你就勉为其难，算是给朕一个面子吧。皇上，那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吃着吃。好，大家都吃一点啊。哎，赵太师，最近天下太平，连一点芝麻事都没有。我们七个人在这里吃烧饼，芝麻都掉在地上了，外面的百姓千千万万，连一点芝麻事都没有，不太可能吧？启禀皇上，先帝驾崩之后，国舅太后亲政，国舅是爱民如子，太后是母仪天下呀，所以才风调雨顺，四海归一，恕臣直言，皇上您多虑了。说的也是啊，朕不能说是舅舅无能，太后糊涂吧。哎呀，这天下太平多亏太师和几位尚书们了，勤政爱民。启禀皇上，这是微臣们应尽的本分。那没什么其他事了，就退下了啊。谢皇上。小安，奴才在。你去换个衣服吧，朕要出宫。皇上有旨，宣李公公即刻见。孟公公，皇上有旨，宣李公公。哎，孟公公，是皇上要找李公公。千岁在里边休息，谁让你大声嚷嚷的？滚！皇上在等。知道了，滚！
快一定要好好保护那个宝贝，一定要好好保护那个宝贝啊！这是爹娘给你的，快点快点，我不想要留个全尸，这样才对得起我老李家的田丰啊！干爹，您没事吧？我的宝贝还能找到吗？干爹，您就放心吧，东厂所有的人手啊，我都已经派出去找您的黄金宝问了，就算把这京城翻个遍，也要把那个贼抓到，把那个黄金宝问找回来。哈，你一定给我留个活口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是，我要活剥他的屁股。是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到喽！要开了，要开了！快开！快开！快开！到底什么？快快，队长！是，快快快点，队长！让开！滚开！这样，嘿，这你们也能找得着我？你们是闻着大尿壶的味儿来的吧？啊，得，小爷就陪你们玩玩。大侠吧，哼，这个工作来钱快。快快跟上，快点，这。这帮东厂走狗，不是来找我的，他们这是干嘛去啊？走走走，快走快走。老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老师，老师，快走，老师，下一个。我就跟你说一遍，记清楚了啊！孕妇心火上升，心烦，失眠，请开药。老师，请问孕妇今年多大岁数？多高？多重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就东拉西扯的一大堆。你是不是要把他的族谱写给你看呢？来人呐，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，下一位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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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紧吧？老师，你快醒醒！怎么办？你不行了！老师，快！什么办法呀？是啊，这什么呀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住手！我是在救他。没有，你杀人了！你看人都死了，就是你杀的。杀人了！我们都看见了，是你杀的。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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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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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真的。太医院不适合你，你走吧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大叔，我刚刚也是为了救人呢，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本来他已经挂了，多亏了我当机立断这么一插。虽然你救了人，但是方法离经叛道，太医院容不下你。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，大闹考场，扰乱秩序，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大叔，老大，我刚刚救回了一条人命呀！这算离什么经判什么道啊？大叔，干什么？快走！小心点，我叫大福二夫，咬死你们！快走！快点！太医院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的医术本来就不用那个老头来肯定。等我长大了，赚了钱，开他个十家八家太医院，你想去哪家就去哪家。你呀，太医院又不是什么饭馆酒楼，十家八家说开就开。哎呀，老大，不跟你聊了。我先去上班了啊，晚上到我家吃饭哦。哦，收到。你们两个真不够义气，也不来帮忙。哎呀，老张啊，你这鱼看起来不太新鲜呢。今天早上刚捞的，刚才活蹦乱跳的呢。那你让他跳一个给我看看。他是有点晕车。晕车了？哦，是吧？有点跳了啊！对，跳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准备去吧，把它全部撤了啊！好，行。下一个。那起来，谢谢何大娘。什么菜呀？这个能吃吗？你是不是新来的不懂规矩啊？啊！我说这个菜不好，它就不好。就这种品相，肯定不好吃啊！万一这个皇上和太后吃了以后不高兴，这责任是怨你还是怨我呀？啊！拉走。王哥。我觉得这个菜挺新鲜的，挺好的嘛。何大娘，我在教育他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到一边待着去。王哥，他是新来的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嘛，好不好？你看看这么新鲜的菜，要拉回去也都坏了。你要嫌卖相不好看也没关系，丑菜切成花，人见人人夸。对，是。我说何大娘，这地方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？好，你说能把它变成花儿是吧？好，你给我变呢，变呢。花儿呢？啊切！花儿。怎么样，王哥，给我个面子，把这些菜都收了呗。收了，全收了。那边看看，哇，挺漂亮的，这儿真漂亮。是藏布啊，大曲折了，货真价实，不买也看看嘛。别跑啊！少爷，前面那儿就是北门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放！哎呀，好疼啊！快放开啊！兄弟，钱，给你钱。哎呀，你早给嘛，累不累？不容易嘛。小朋友，以后不要用大蒜了，
对眼睛不好，而且味道又重，很容易穿帮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石头。不说二夫三夫，我刚刚是不是太冲动了？说不定如果我刚才不是那么凶的话，冷面大叔还会给我个机会的。可我救人难道有错吗？救了人反而进不了太医院，进不了太医院就看不到那本书了。快点！什么？快点！你干什么事？废话！我是好人呐！快走！前面人干！快点！干什么？快滚！快走！是弱人！滚！你去你的！现在严重怀疑这个差事是实现毒品。还有，你是非贼同党，动我一下子，干什么呀？查明真相以后再还给你。带走！住手！没凭没据的乱扣押别人的东西，简直是强盗啊！哎呀，你谁啊？小子，挺正义的嘛啊！来人，拖进去送。我凭什么送我？我现在严重怀疑宫里失窃的物品就是你偷的。扒光了，给我送。是。跟我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大哥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穷人。不过你的钱包可得收好，万一被人偷了抢了，我可帮不了你。这里的贫困百姓有这么多？到处都是，你眼前就是一个了。小石头，你家住哪里？跟谁一起住啊？我四海为家，家里就……快走！不要！哎，我……快点！带走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我没偷东西，老实点！我……快走！欺负我老大不了！快走！哎呀！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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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嗯。小东西，原来你们两个是一伙的，妨碍公务、偷袭官差，罪加一等，带走。是。慢着，他们到底犯什么错了？你谁啊？东厂办案还要跟你报告啊？滚！要不然连你一起抓。大胆奴才，知道这位爷是谁吗？天子脚下，在这儿鱼肉百姓，去把李宝钏叫出来。我，李公公的名讳是你叫的吗？抓起来！这条街很热闹的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。哎，何姐，这家的胭脂水粉是最好的。好的话，整家买下来吧。哎，好，行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快！闪住！憋不住啊！
放心，是来帮你们的。帮我们？对，快快，让开！快快，站住！快快，别让开！跑了！回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快快快快快追呀！快点！得了我吗？二福呢？里面睡觉呢。哦，哎，小心！鸟！哼！哇，你们俩大爷的，这大热天的你没完了是吧？啊！我算什么神医啊？老大，你客气什么？你的医术本来就是超牛的嘛！这附近邻居生个病，哪个不是给你治好的？就太医院那老头子不长眼，不给咱考试啊，就别考了。他们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。你有考过太医院啊？去了，又被轰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我救了那个大叔，可是他们却说我离经叛道。我帮你看看。咬住这个吧。不用了，这点痛还是能忍的。老大，接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您忍一忍，我再试一次，好吗？等。没事吧？怎么样啊？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就一次。小石头，吃包子了。娘，回来了。娘，这是谁呀？我今天刚认识的朋友，手脱臼了。大娘好。怎么样？谢谢大娘。娘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也会接骨啊？你娘我杀猪都杀了好几年了，闭着眼睛都能卸猪腿，接胳膊是小儿科。
行了，膀子都给你接上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娘，你别这样子嘛。别哪样啊，咱们家是卖猪肉的，又不是开善堂的，你动不动就把乞丐和流浪汉给我带回来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小石头，你不用多心啊，大娘说的不是你，是别人。哦，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那我该回去了，谢谢大娘。兄弟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我去帮你拿一点止血化瘀的药给你。没事，不用了，告辞了。哎呀，娘，你干嘛赶人走啊？他是我的朋友啊。朋友？你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家住在哪儿啊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让你把陌生人随便带回来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外边这么乱，能少一事就少一事。啊！我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他晕过去了。大哥，抬进去。跑得快，随便带陌生人回家，啊，还拿人家当朋友，给人家疗伤治病，还让人家睡自己的床，等人家醒来再给人家半箱子钱。这种事情只有你能做得出来。人心险恶这四个字儿，不能光会写会念，得懂才行。臭丫头，吓死我！娘啊，别生气嘛，生气会长皱纹的，变老了就不划算了。我最近呢发明了一种新配方，要不要试试看呢？又拿我当试验品啊？啊？你以为我是大福呢？啊？一只漂亮的公猪被你扎得像个刺猬一样啊？我那是帮他在做保健，你看大福壮得像头牛一样。哎呀，我不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啊！什么味道？怪里怪气的。蜂蜜、杏仁粉、蛋清、玫瑰花、羊奶和麦片。哎呀，你把我的脸当成糕饼铺了。哎呀，娘，听我的没错，敷完之后至少年轻20岁。你看看你啊，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一天到晚的竟穿着男生的衣服。我从小就这么穿的。你不是不让人知道我是女生吗？是，以前呢，我是拿你当男生养，可是现在你长大了，从今以后呢，你就不要再穿男生的衣服了啊。我觉得穿男装没什么不好的，做事情又方便。我才不想穿女装呢，小石头都不知道我是女的，还认我做老大呢。哎，我还正要跟你说呢啊。以后你不要再跟那个小石头鬼混了，听见没有？该找个人家嫁了啊！娘，现在可以敷面膜了，面膜敷上后，不要再说话了，不然会有皱纹的。我不怕皱纹，我就怕你不听话。不要说话，不然就无效了。好，行行，那我出去了。
伤好了吗？待会儿腰间好了。好了。哎呀，好了就好了。我说陶叔啊，你又喝酒了是不是？我说你肝不好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天心呐，陶叔就喝了这么一点，一点点呐。一点都不能喝，你再喝我就不帮你治喽。好好好，陶叔不喝，一点也不喝。嗯，乖。哎，好好好，石头啊。石头啊！哎，再见。我可以走了。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去拿点药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哦，对了，药快好了吧？谢谢你帮我疗伤，还收留我一晚上，给你。不用了，不用跟我客气的。哎呀，算是留个纪念。嗯，走了。啊。谁呀？这么早？谁呀？啊！师傅，不得了了，师傅！这玉佩好像值不少钱哦。你别打他的主意啊！我哪有？我只是在想啊，这位大哥出手这么大方，家里应该挺有钱的。哎，老大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功夫又好，又仗义。为什么大娘不喜欢他呢？你应该劝我娘啊。啊，老大，你刚才好娘啊，一点都不像你。别胡说，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我怎么知道？去问我娘啊。我让你别喝，放手，放手。站住！快快，站住！围住！哦，这下完了。哼，臭流氓，总算找到你了。哎。老大，她是赵太师府的女儿，有名的千金院大头啊。赵小姐，对不起啊。你还比？昨天我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赔钱给你好了。不用赔钱，我要你拿命来赔。抓起来。是。走走走走。喂，你们太师府的人到底是强盗还是土匪啊？怎么可以当街掳人啊？走，快点。新鲜的猪肉，大娘！新鲜的猪肉，大娘！快来买啊！大娘，这刀借我试试。哎呀，快放下，危险！哎呀，老刀被人抓走了。哎呀，别跟我开玩笑。行了，一边玩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太师府的女儿带了一堆的人，把老大抓走了。她说要老大的命来赔她的衣服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时候不早了。你该回去了。大事不好了，皇上他带了一大堆人来抄家，整个太师府都被围住了。皇上，敢问皇上，微臣犯了什么罪，敢劳皇上如此劳师动众？赵太师只是例行检查，今天刚好轮到您，您就配合配合啊，帮帮忙。皇上，微臣乃群臣之首，千臣之榜，皇上这样做，您是在怀疑微臣？没这么严重，我这白天他去了前兵部家，他还请我吃饭呢。哎，对了，赵太师，您这花瓶不错啊，哪儿买的？挺贵的吧？皇上，福松家祖孙三代为官，爷爷乃礼部尚书，父亲为大理寺卿，良田万亩，祖传宅地数院，代代受先皇赏赐，不计其数。皇上，微臣清清白白，您这样做是在怀疑微臣呐。太师，廉政院不过是例行公事，文武百官都得查，只是怕太师误会，所以朕
才特别前来表示对太师的尊重啊。皇上，您如此看得起微臣，微臣真是受宠若惊。既然如此，皇上想查就查，想看就看，请自便。兄弟们，开工了，都小心点啊，不要弄坏赵太师家的东西，很贵的，弄坏了就打你们的小屁屁。走。是是。爹，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玉妹，例行检查，没事的啊。嗨。嗯。那我先走了啊。爹，难得皇上大驾光临，不如请皇上留下来喝杯茶再走。香宁，一块儿陪皇上喝茶。皇上，您请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回去看我娘，经过这里，看见这里有好多官兵围着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什么，只不过例行公事而已。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喝茶吧。嗯。哎哎，随便看看就好了啊，千万不要破坏整齐环境啊。是。找仔细点啊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啊。皇上，微臣以前在御书房当翰林的时候，常陪先帝下棋。先帝的棋艺不凡，只管大战略，不拘小节。不知先帝有没有教过皇上下棋呀？先帝过世的时候，朕年纪尚小，没有机会跟父皇下棋。不过，战略是不分大小的。只要运用得宜，连小兵也一样可以立大功。将军，太师布局周延，只可惜百密一疏，让朕冲进来了。皇上，你积极进取，只是可惜呀，你是瞻前不顾后啊。太师赢得了一时，但是不一定赢得了一世啊。那就得看看对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这是随便的看了看，没什么发现。其他人呢，我也随便的聊了聊，也没什么发现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跟皇上说呀，您这个发质不错，营养挺好哈。哎，那个太师啊，您看您会不会是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忘拿出来了？本部为官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怀疑本部。皇上，这难道是您的意思？好啊，枉费本部两朝为臣，辅佐先皇，替皇上巩固基业。皇上，您现在如此羞辱，是想过河拆桥吗？太师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简单的搜搜嘛。啊，您一身清白的，何必那么在意呢？啊，好，皇上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区区搜身之辱，微臣甘之如饴。倘若皇上搜不到您想要的东西，
还请皇上给微臣一个交代。来，赵太师，谁敢侮辱您啊？不过既然您有这个要求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。嘿嘿，简单摸摸啊。哎呦，还没有痒痒肉啊。嘿嘿，那个赵太师得罪了，走您。嘿嘿，皇上，这下您该满意了吧？您也得给微臣一个交代吧。赵小姐，你的衣服好漂亮啊，可不可以送给朕？朕想做套一模一样的送给表妹。皇上，您羞辱了微臣还不够，难道您现在要羞辱我的女儿吗？张哲三，找个女官帮赵小姐换衣服。皇上，微臣再三忍让，皇上却得寸进尺，微臣这就去找太后评理去。太师，你想找太后没问题，不过赵小姐要留下来。张哲三，去找个女官。得嘞。不用了。皇上是在怀疑我是吗？要搜我可以，何天来搜。胡闹！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能让男人随便乱摸呢？今天你们谁都不准碰我的女儿。她是医生，就当是给我看病。你，更何况，我喜欢她。你。爹。与其让别人怀疑你，不如牺牲我，还你一个清白。爹不允许。何天，来吧。德三，谁愿意看啊？也没什么可看的。小天，搜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。那你为什么不搜了？男女有别，多少有点尴尬。我继续搜。大哥，他身上没东西。皇上，微臣希望皇上下回有机会再来寒舍下棋。一定会的。十三，收工。江宁，那个东西呢？烧掉了。
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，这个账册一定是被赵普松藏起来了。他要是靠得住啊，这老母猪都能上树。赵普松心思缜密，能爬到今天，不容易扳倒。找不到账册，一点也不意外啊。可今天这样，倒像是我们冤枉他啊！我要不是看在张玉妹的份上，我让他手来手断，脚来脚断，脑袋来了稀巴烂。好了，辛苦了一整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今天行动失败，憋了一肚子鸟气，我回去给我那帮弟兄打打气。好吧，帮我奖励一下他们，就说今天表现不错。嗯，好。哎，你伤刚好，别太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嗯。大哥，那我也回去了。哎，小天，等一下。你看你也累了，我拿东西给你吃。哎，不用了。大哥，今天晚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大，可却没有什么收获，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？哎呀，没事的，虽然得不到账本，可是也吓到了赵福松了。可，哎呀，对大哥有点信心嘛，大哥是皇帝，啊？那我就回医护站了。早点休息啊。回去吧，不用管我。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来，我们走吧。我想一个人散散心。你回去吧。停轿。小宁啊，皇上已经走了，你回去吧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来人，把住所有的路口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是。湘宁啊，你爹身为六部之首，不但要照顾全天下的老百姓，而且还要管那么多的官员下属，爹有很多的无奈，也有很多的不得已。难道贪污索贿也是不得已吗？爹没有贪污，我们赵家世代为官，祖上留的产业三代人都受用不完，爹没有必要去贪污。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，爹也想改变，可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力不从心啊。就算不能改变，也不用同流合污吧。湘宁啊，你还年轻，好多事情你都不懂。爹只是想让你明白，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好了，湘宁，跟爹回去，先把账册还给你爹，因为那上面记录的都牵扯到满朝文武，万一泄露出去，非同小可。账册我烧了。你烧了？谁看见的？爹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好吧。湘宁啊，咱们好久都没去看你娘了，咱们明天抽个时间一起给你娘去烧个香吧。哎呦，公公大人，这么晚来有事儿啊？请坐请坐请坐。请。是是。
公公请讲吧。太师，咱家听说皇上带着张泽三到了太师府，我来看看太师没出什么事儿吧。两个毛头小子能成什么气候？不该被找到的都没被找到啊，全都在安全的地方。啊，那就好那就好。我也琢磨着嘛，这么点小事儿难不倒太师啊。公公您放心吧，您也有份儿的事儿，皇上还不知道。你看你看这有意思了，您多心了。咱哥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了，我这次来纯粹是为了关心你呀。那我就谢谢公公的关心了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记得我刚认识公公的时候，公公您还在帮着给太后梳头。公公呀，那个时候我就看出公公大人与众不同。你也不错呀，当年是御书房众多的翰林，太师您也是一枝独秀啊。啊，这一转眼公公您都当上了司礼监总管，这成就让人钦佩呀。哎，您现在还了得啊，身为吏部尚书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是不是啊？公公啊，嗯，这都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你我同舟一命，一起走过风风雨雨，嗯，不容易啊。不容易啊，这二十年都过去喽。哎呦妈爷子，二十年他没了，咱家还要活他个五百年。公公啊，这事儿我也想啊，嗯，可我就怕这小皇上不答应啊。不知小皇上不答应，咱家让他答应啊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破坏了咱哥俩的交情吧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公公说得好啊。说得好。哎呀，小心，这是这样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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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这样
多小心啊！再试试，好玩，好玩，再来，小心点，快点儿，更小心。哎呦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行行。公公，何天来了？更小心，太热了，哎呀。真好玩，真好玩。公公找我有事吗？哎呀，没什么，这不好久没见你了吗？想你了。怎么样啊？在医疗站过得还好吧？很好啊，谢谢公公了。好，哈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哎。这仔细一瞧，你这五官啊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还都是地方，不错。谢公公夸奖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长相次要的，事业为重。有志气哈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到了后宫，生活的还习惯吧？习惯啊，就看病读书嘛。啊。到太院学到什么东西了吗？当然有了，我书都快分烂了。你有什么需要公公帮忙的，不要客气啊。不用麻烦公公了。上次你治好了太后的厌食症，公公还没有好好的谢你呢。那是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医疗队了。公公，那我告退了。这个小崽子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转眼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你娘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可惜你娘走得太早了。娘没有走，娘一定在天上无时无刻地看着我，关心着我。同样的，他也一定在天上无时无刻地看着爹，看着爹的一举一动，看着爹是怎么当官的。出去了半天你也累了，好早点休息吧。我不用休息，该休息的是爹。爹，皇上都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这次我们是逃过了一劫，那下次呢？还能逃过吗？爹，你就辞官吧，我们离开官场，我们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吗？想你，不说这些了，爹还有事儿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堂的太师，你竟敢带人去抄他的家？两朝元老，你就这么去羞辱他？你还有道理？你要不要把全部文武百官的家都给抄了？朝中就剩你一个人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母后，儿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清查财产只是例行公事，儿臣一同前往就是怕赵太师会误会啊。你这一查，查得鸡飞狗跳的，啊？你就不怕人家误会赵太师贪污啊？母后，儿臣只不过做个样子给那些官员看看而已，表示儿臣对肃贪的决心呢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太后，我们就是随便去看看，非常有礼貌的。皇儿，查会肃贪也应该让宝钏去办。你把这个廉政院给撤了，以后别再胡闹了。另外，加赵太师为太傅，免得人家说你羞辱自己的朝臣。宝钏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太后，奴才觉得您说的全对。母，别再说了。哎呦！您又头疼了。赶快送太后回宫，快，北家，北家啊！
哎呦，你好好的想想。哎呦，真疼啊！哎呦喂，总算走了，都快累死了。大哥，你真打算把咱们的怡红院给撤了？这次没有搬到赵福松，他一定会找机会反击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他会跟李宝川合作，而且连太后都被他叫来了。大哥，我知道你孝顺，听你老妈的话，可我们不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吗？你现在撤，我怎么跟我那帮弟兄交代啊？你是皇帝，天大地大，你最大，我第二大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不理你老妈，干了再说呀。太后也只是守旧了一点，不是不讲道理。我爹过世的早，从小就是太后照顾我，盯着我念书，要我当个好皇帝。我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太后。你说，她的话我能不听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就不抓贪官了吗？大哥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说啊，没关系的。那天，其实我在赵湘宁身上搜到账本了。啊？你查到账本，你怎么不说呀你啊？我就是不忍心害他嘛。他之前对我那么好，我受伤他还日夜的照顾我，我就突然觉得他真的很可怜。大哥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那本东西那么重要。不是你这一时心软，大家都别玩了。我跟大哥计划了这么久，之前那么拼是为了什么呀？算了，都怪那个张愚昧，明知他老爸不是好东西，还帮他做帮凶。哼！好了，小三别骂了。赵福松是湘宁的爹，亲情难割，人要大义灭亲呢，也实在太残忍了。这贪污本来就该受到惩罚。怪只怪他老爸办错事情。小三，你师父也是个小偷啊，要你出卖你师父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我笑什么笑？哎，小天，你也别内疚了。之前湘宁为了救你，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，你不忍心也是应该的。大哥不会怪你。大哥。那你们现在要怎么查下去呢？只要账册还在，要找就不是难事。你确定账本还在？我要是赵福松，我一把火烧了他。哎呀，能烧早就烧了。这个账册一定对赵福松很有作用的，否则他也不会冒险藏在湘宁身上了。得，我这祖传牛皮癣，我专治他老中医。我现在召集弟兄太师府抄家去啊。哎，不行，这下赵福松一定更加提防，贸然行动更没有斩获了，而且落人口实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件事情是从你而起，就由你去解决。
喂，我让你转身弄鬼，我打死你，疼，打死你，喂，打死你，喂，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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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打死你，喂，谁装鬼了？你才像鬼呢！你不化妆太像章鱼了。不是我找你啊，他找你。何天，能不能把账本给我？香宁他很赞成惩罚贪官，可是又不想老爸受罚，所以在交出账本之前，他把他老爸的名字涂掉了。章鱼妹还真是天才啊，他老爸就是黑金头，赵辅松脱了衣服那是禽兽，穿上衣服那是衣冠禽兽，不抓他效果当场打三折，还要账册干嘛呀？所以自从那天之后，账册就在香宁身边。没错。大哥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。什么事？香宁告诉他老爸，账册已经被他烧掉了，所以万一他老爸发现他交出了账册，一定不会原谅他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让赵辅松知道账册还存在呢？有没有搞错呀？赵辅松的名字已经被涂掉了，现在又要隐瞒账册的事情，那要这本账册干嘛呀？还给他算了。自己的父亲当然放不下，可香宁又想帮我们抓贪官，所以他才肯把账册交出来。章鱼妹替他老爸想，你替章鱼妹想，那我请问你，谁来替天下的老百姓想啊？在香宁眼里，赵辅松他不是官，不过是个爸爸，他想保护爸爸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我只是不想因为查案牺牲掉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。那我那帮廉政院的弟兄怎么办？他们就做白工啊，大哥在这白费精神啊，那我们到灾区那是闹着玩的。那至少香宁把账册交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先办其他的人呢。你嫌大哥这麻烦还不够是吗？现在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忍，要么残忍。大哥，真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哎呀，不能让账册曝光，又要还老百姓公道，还要惩罚贪官污吏，怎么可能啊？神仙来也办不到啊。不需要神仙，只要有廉政院御史大人张哲三就够了。大人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是流氓还是廉政院的？坐好坐好。啊，张大人，您回来了。哎，这东西是不是挺贵的呀？啊，这不干你的事，要查查别人去。情报。嘿嘿，张大人，您这误会了。是皇上啊，为了地震的灾民募捐善款，希望张大人啊尽一份心力。这是皇上亲手写的乐捐簿啊。没钱。兄弟们，动手吧。是是。哎呀，不要砸，别砸呀。哎呀，这都是宝贝呀。哎呀，这钱是给还是不给啊？给，我给。你这早说不就完了吗？还有啊，皇上想问你这带头大哥是谁啊？是赵太师。给不给啊？给。你们这带头老大是谁啊？赵太师。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。你们兵部呢也没什么油水可捞，你就给个三万吧。啊，给点钱。还有啊，你们带头老大是谁啊？赵太师。You
小天，大哥，这是二哥募捐来的财务清单。哼，这些贪官污吏，早就应该把民脂民膏给吐出来了。哼，那廉政院还要撤销吗？廉政院目前阶段是完成任务，暂时可以撤销，不过人要留着，并入东厂。并入东厂？哦，大哥要对付李宝川。现在也应该轮到他了。刑部马大人45万两，户部陈大人55万两，礼部王大人37万两，兵部钱大人28万两，另有五司、诸司、外三监共捐款72万两以上。赵太师，这别人都捐了，就差您了，您打算捐多少啊？哎呀，赵太师是六部群臣之首，对百姓的关心应该不会落人后吧，是不是？捐了100万两啊！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哇，100万呐！赵太师对灾民视如己出，果然是文武百官的表率呀！哎，这样好了，不如朕加封赵太师一品太傅，希望赵太师继续努力，为百姓谋福利呀。谢皇上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。退朝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嗯，哎，哎呀，公公，您这字写的真是笔走龙蛇，龙飞凤舞啊！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公公。公公，我查到和田的背景了。哦，说，他娘在菜市口卖猪肉。哦，但是户卡上他只有一个女儿。嗯，就是上次进宫选妃死掉的那个丑八怪和田心。哎，这事儿有点儿越酸了。